姐阿胖妈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林姿毅。那我今天非常开心，也非常荣幸能来到我们的旅者歌台秀这里，跟我们在座每位朋友们打头阵。那想呢，接下来呢，同样的送上一首福建歌曲，然后排到一首来自李千娜的这个闽南语歌曲《心灰灰》献给大家，希望我们朋友们会喜欢这首歌曲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谢谢我们的达人乐队老师，还有我们的邓光义翔老师。Oh,